这个水仙这一张图，我计划从这里开始，这个部分开始，这是它接触的部分，这个是我的重点，它接触的部分是重点，所以我从这里开始。我的画法一般都是从我最感兴趣的中心开始，然后延伸到这一朵花，然后就到这一朵花。它三者之间关系，这个这里和这里是他们那个什么，然后这里的接触点也是我的，这里的接触点也是我的重点，是我说这是原画。原画这是的原画，我准备从这里开始。这里是本来是应该是这里，从这里开始，这打上画，这把这个画放这里，这是范围之内。接触点这里去后面。它接近这个花瓣呢，就会打折。这花瓣敲起来，表示他们两个接触，所以这里要画。比较小，这里，这里是，这里接触一点，然后是这个花瓣在这里。这里还有一个伙伴，这伙伴是这这是个鞋，这个是这个，因为这里是接触的点，这里还有2、3、4、5，这里还有一个花瓣。
这个是起初的这部分是我家种的地方。现在这里它是接触这个花瓣，这个花它是接触这里，所以说这里还有一个那个花心，先把它挖一个这样，然后这个花心是这样，是这朵花的花心啊。是这个皱的地方，它是这个皱的，是这个皱的，它是不是规则的？对，然后再从这个花接触的地方，进行下一朵花。下一朵黄水仙桃，然后说这黄水仙桃是打开的，一个打开的那个姿态。是打开姿态，就是另外一个班。打开的姿态。其实画成怎么样都不是问，主要是感觉上都打开这边，然后把这叶子把这个花心确定好，这样的花瓣就这样。
嗯，那打开，然后就决定好这个伙伴，这个伙伴来。这里还有个伙伴，这伙伴是藏在这里的。这里还有个伙伴。六朵花瓣，可能这边是这样的，就放在这边，这样。嗯，这个花处理好了，那到下一朵花。这花对，它是因为它，那个花叶干，这个，所以它这个杆子在这里的。这花吗？第三朵花是在这里。第三朵花跟它们的关系就是叫做了这个压制，压在这里的。